你如果一旦出现发热咳嗽，你哪怕提早一天，哪怕提早1个小时，你到医院里来，对我们都是巨大的帮助。有生病不能自己随便去药店去买个退烧药，不能自己随便去找一下自己家里存在那里的感冒药，克服一下，实在不行了再去医院，这种做法是错误。一定是要加强自我健康建设，出现发热咳嗽的时候要到医院来。 中国上海，我们有多少个检测点，多少个发热门诊？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就是给大家提供方便。